的 chocolate 哦，我看咬下去会有光灯的感觉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Hippo。今天我要做的 series 就是 X 厨师创业，我们一起 try。今天我们要 try 什么料理呢？ Pastry。Pastry， 我最喜欢 pastry 了，因为平时我们 try 的哈都是面啊、饭啊这类的，所以这个哈厨师是从哪里的 ？Shangri-La， 还有 Mandarin Orchard Five Star Hotel。哇 ，Five Star Hotel， 所以哈，哇，我的 expectation 挺高的哈 ，because Five Star Hotel 嘞，所以等一下我们快点去 try。OK， 我已经到了 Golden Mile Food Center， 今天要拍的是在这边，在一楼。等一下我们上去看 ，OK？Let's、okay? go。我已经找到了这个 Cats in the Hats 的那个 store 嘞，他要拿 number 的嘞，他的 number 现在才 number 2哎，他们十点半开哦，我差不多十点三十几分来嘞，哎你看还要拿到 14 嘞，我第一次啊买 pastry 要排队拿 number 的， so special， 哎你看 so cool 嘞，他们哦用那个 Instagram live 哦。来放这个给人家看那个 number 哦，所以你如果你拿了 number， 你去坐你的位置的时候哦，你不用怕吗？你可以随时随地知道你的 number 哦，几时到，很好哦，这个 idea。哎，你懂哦？啊，这个 pastry 是 under dessert 的 category 的哦，所以哦， dessert is the girl's best friend， 所以我们的心会动哎，因为看到这个 you will melt your heart。你看我今天穿的衣服，你看 colorful， because 因为我来吃这个。Pastry 就是心情很开心的。A happy day is a happy wife, a happy mother, a happy girlfriend. 是 Miss Hippo， 我 order 了，所以这个是很 famous 的，所以我、哦、全部的 item 我 order 四个。你懂它的 pastry 哦，全部看起来啊，西北淡丁的嘞，哇，看了你开到大汗啊。OK， 已经买好了了，都的是36。Pieces are, and then cost $96. 他们有给我们一点 free gift， 每个人买都有的啦。你看啊，我们买哦，他们就这样放成一个这样一个 set， 很好嘞。你拿去哦，买来送给朋友哦，真的是比较方便哦，又美哦，看起来。你懂它的 ducks 哦，看起来哦，不会说很大个的嘞。你看它的 size 比我们 normally 哦在外面买的小一点点。然后我觉得哈、哦、这样也是不错嘛，不会吃了很腻嘛。有的人他们不可以吃太多哦，所以这个刚刚好。今天我们来 try 的这个 X 厨师呢，是 from Shangri-La， 还有那个 Mandarin Orchard， 他的 pastry chef 来的嘞。你看，全部都这样，看起来西北淡丁嘞，我们再加多几个星哎。现在我先 try 这个 lemon tart， 各一个呢是3块钱。嗯，哇 ，lemon 也比哦。On point， 哇 ，very nice。你看它的 crust 啊，不会很厚嘞。你看，薄薄的，然后它也不会说拿起来整个会破掉嘞，也不是很硬。然后就是哦，它 texture 就是 on point 就对了啦。然后它这个哦，很滑，很 silky 这样的哦。哦，这个唔知是哦，这个白白这个唔知是 cream 还是什么 ？I try first 啊。你看啊，它烤在上面哦，是sugar 哦，所以有一点 crunchy， 一点点 crunchy， 然后它里面是 soft soft 的嘞，是叫 meringue。Next 我要 try 的是叫做 Phoenicia， 这个是 classic 的，然后这个是 raspberry 的 ，classic 的是2.5块，然后呢，这个 raspberry 的是3块钱。OK， 我先 try classic 的啊。就是啊 ，normal 的蛋糕酱哦，反正它很 moist 哎，里面不会说干干涩涩的，它就是 moist。现在我要 try 的是 raspberry， 它上面有一点 icy sugar。嗯，刚才那个 classic 的哈、哦、是没有什么味道的，这个呢它的 raspberry 的味道，哇哦，它的 raspberry 整个酱，哦，很香嘞，有点酸酸这样。Very nice， 我比较喜欢吃 raspberry 咯，因为它有那个味道嘛。那个 classic 的就是 plain 的，你懂哦。Before 来这边哈、啊，我最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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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吃这个嘞，这两个，因为我一路来哦，在外面哦，每次看到人家卖哦，把那个 Adas 的比较贵一点啦，然后我就每次哦舍不得买嘛，所以这个哦它的价钱是便宜一半这样嘛，所以哦我就哇很看味道 try this 哎，所以哦我觉得是。不错啦。Next， 我要 try 的这个 Earl Grey
milk chocolate， 好像 cupcake 这样嘞。然后一来宾哦，它的 chocolate 哦，我看咬下去会有红灯的感觉吧。哇，你看这上面，你看五二 gray 嘞。然后这个牛多少钱吗？4块钱。给啊，我就扒给你们看啊，红灯啊。哎，哇，你看。OK， 现在我要来 try 啦。因为哈、哦，我喜欢二 gray 嘛 ，nice， 而且不会 sweet。如果哈、哦，你单单哈、哦、吃这个二 gray 的这个来这个 cake 哦，就真 boring 嘛，对不？你然后、哦、给这个那个 chocolate 啊、哦，没有 chocolate 拿下去啊，哇哦！所以哈、哦，它的感觉哦，真的是就你吃了哦，你就觉得哇，我讲的怎么没有 chocolate 的话哦，哇，今天真好吃啦，今天。Next is the double pistachio and cherry the dark pistachio。反正你看我这样看哦，全部是 pistachio， 我放了 cherry 嘞，可能它 cherry 在里面哦。这个哦，它的 crush 哦， compared to 那个 lemon 蛋哦，这个哦比它硬一点点，这个 lemon 蛋的会比较软一点。嗯，哦，原来它上面是 pistachio， 它的 cherry 是躲在里面。好像有 crunch 有 crunch 这样嘞，不是 jam 嘞，不是 jam 嘞，有 cherry 也肉嘞。我觉得哈很好吃哎，因为上面是比沙丘嘛，它耳朵不是很 crunchy， 把它咬的时候是有点啊那个啊 texture 的嘛，然后它的 cherry 是软软的，所以你看它有也是一样，也是有层次感。Next is the brown butter spice banana cake， 这个也是哈，很多地方都有卖哦，所以我要看，这个好不好吃？你看按起来有一点咚咚咚啦，这个呢是2块钱，哇，呀，好像摸一下，嗯，这个 banana cake 哦，很香的 banana 的味道。它讲 brown， 可能它是用 brown sugar 做的，对吗 ？A spice。没有 spice 的味道嘞，可能它放一点那个，掺一点可能 cinnamon 的还是什么，它很 moist 哎，哇，好吃哎。Actually 哈、哦，跟外面 compare 的 banana cake 哦的味道哦，它的味道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是 banana 的味道咯，反而它的比较 moist， 比较soft 一点。Next is my most favorite scone， 因为哈、哦、这个很好吃哎。这个是 cranberry 的，你懂，我很喜欢吃嘞。Randy 应该懂啦，因为哈、哦，每次去买哦，每次买他也是喜欢吃嘞。这边哦，他有给我们一个 jam 嘞，这个一定是 strawberry jam。然后 usually 我吃这个 scone 哦，我没有放 jam 的嘞， even though plain 的哦，我是这样吃嘞，我就觉得非常好吃了。这个 scone 哈、哦，2.5块一个。我跟你讲啊， scone 最重要就是哈、哦，外面哈、哦，就是硬硬。里面要哈、哦、有一点那个 puffy， 哇 ，one thing 啊 ，scone 啊，最重要就是要 butter 的香味。如果哈、哦、你没有 butter 的香味，就是哦 flour 的味道，就是西北派起来。因为我吃过 flour 的，整个丢掉，因为不好吃。好像你一点 flour， 你不会在家里拿 flour 来拿水，然后按加咯。这个 scone 哦，不可以讲话嘞，因为它会很 dry 嘛，就加了个哦，会在这边哦，你讲话讲不出。我觉得哦，它没有很到很香的 butter 味道，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嘞？有的人哦，他们不可以做太过 buttery 嘞，因为有的人哦不喜欢吃太过 buttery， 因为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嘛。我比较喜欢吃有一点比较香的 buttery， 它好像有一点盐的味道，而且哦，它的 cranberry 哦。跟他们在一起吃不出 cranberry 的味道嘞，把这个哈、哦、没有说我 expected 的那么好吃了。Next 就是这个 chocolate Nicki Minaj touch， 因为它叫 chocolate Minaj touch 嘛，我就想 Nicki Minaj is my band's favorite singer。Ben， 你说 how much 啊？ Yeah， 250。Okay， now I try 啊。它的 crush 比较 crunchy 一点，咬起来比较硬一点，比较 crunchy。然后它的 chocolate 一定是 dark chocolate 嘞，你用 dark chocolate 是比较 healthy 的一个东西嘛，然后它比较苦，它不会说很甜。最后就是 Madeleine， 很多地方都有卖的哦，所以呢，我要 try 看这个好吃吗？通常啊，外面卖的哈、哦，他们哈、哦、是外面比较硬的，把它的哈、哦、是这边软。它是晒哦，有一点硬。然后这个哦，外面我有吃过是来 orange
orange peel 哦，然后有的是 lemon 的味道。这个哈、哦，我吃起来哦，有很 light 的 orange plus lemon 的味道，那所以才厉害嘞。有的人吃的是 orange 的味道，有人吃的是 lemon 的味道。OK， 我已经吃完了那个 pastry， 你看，我还打包回去嘞。OK， 如果你们有什么 X 厨师的美食 ，leave inside the comments box below， and do 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 and my Instagram and TikTok。Bye。